烧人的路线哦，就是青春倒退路。我们叫他们做城市隐者，隐形的隐，就是我们觉得他们是一群就是可能被社会上很多人忽略的族群，就像不存在一样。这个是我的背刺，我顺我的背刺了，哦，没想到，往往都没有想到，落到那个地步就这样。以前那么风光啊，它变成那个中年的时代。变成这样，实在很心酸。来这边培训啊，我从小就是体弱多病，还有爸爸妈妈照顾。但爸爸妈妈在5、6年前相继去世。最大的挑战就是除了要记住一些景物的一些历史资料以外，比较难的挑战是可以跟游客互动啊。开始了的地方哦，这个要问工作了，好，对。